看一下。Hello, FB Live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颜美欣啊。今日我嚟睇楼啊，哇，我买楼啊，咁开心啊！今日咧去咗人哋嘅屋企嘅，咁啊，而家我咧就喺燕明嘅屋企啦。等大家睇下燕明系咩样先，燕明系我哋嘅听众嘅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系啦，今日我提早嚟拜年嘅，其实啊，佢屋企都布置得非常靓。我點解喺呢度呢？大家睇到嗰、那個即係 caption 咧，就已經知道其實佢哋就係我哋 Pro KTV 嘅 winner。係啦，一呢就透過我嘅禮物咧，就贏到呢一 set Pro KTV， 好勁啊！嗰日佢話：，誒，恭喜你啊，贏到就榜第二，已經按咗。多謝啊！好快啊 ，Pro KTV 真的是很專業嚇。OK， 咁啊，當然啦，睇完人之後，我梗係睇機噶嘛。Pro KTV， 咁啊，如果你裝喺屋企嘅話咧，係咩樣嘅咧？電視冇包啦，呢個嘢自己嘅。咁咧就係有 speaker 啦，咁啊有呢啲咁樣嘅調節嗰、那個呢、這個歌嘅咩話？佢嘅 amplifier， 呢個都係 amplifier 嚟嘅，係嘛？跟住呢個就係點歌機，都係 touch screen 嘅。咁啊 ，Yan Ming 咧亦都依然好保護佢噶，呢一層係未搣開佢嘅。咁我都費事幫人哋搣啦，即係啲新嘢啊，費事好多手指模啊。跟住咧就有。speaker 都係呢個 amplifier 嚟嘅，哇幾齊全嘅，即係就算你屋企空間細咧，一樣可以擁有屬於自己嘅 KTV 房，係咪？係。講下人當初咧，佢通過呢個 My 我要禮物咧，係講話想請楊光邦嘅周杰演嚟佢屋企同佢唱 K 嘅，係嘅，但係周杰演唱歌唔好聽。我個朋友都嗌做謝演，所以我請埋佢過嚟。真係㗎？但係佢唱歌真係一流喎。哦，係，我佢都係叫謝演嘅。係嘅。嚟謝演，有個另外一個謝演，唔係翻版謝演，又有謝演。係啦，不過嗰時我哋揾同名嘅人冇參加嘅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Hello， 啊，你唱歌也是跟謝演一樣不好聽的。不好聽。属于你，对对对对，太非常了。
哎呦，放心，很快你就会很洗脑的。OK， 我们来比啦，这首。一本万里书，手心临门柱，山崖看海珠，四季平安珠，五谷丰收珠。怎么这个是有力量的？对，七星高星珠。哦，真的会唱歌，这样唱吗？这个 MV 我没有拍 MV 版 MV 版来的，这个 MV 我没有拍哦，因为那是我大哥自己在小孩子也是啊，没有你的那个，真的没有我的。谢谢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哎，网友们都可以来点歌，我们让严明来唱一下，来点歌点歌，有什么歌想要我们唱的？啊，听说严明会唱周杰伦跟阿信最新的那首歌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有，每天都唱哦。下一首。因为我们麦哦，每一天都在播，对，隔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都听到了。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说好不哭。OK， 好，我们马上来飞这首，我们。马上来唱《说好不哭》，最新的这首歌我们都会唱。你说厉不厉害？哎，你会唱吗？你是驻唱歌手。哎，绿色，老豆有没有点给你？我会耶。哎呦，还是交给你了。这首《突然闯进我生活》。好，马上又跳下一首。我要唱耶，绿色。来，网友们点歌哦，你点了我会唱的哦。好，继续点哦。真的会唱吗？你是驻唱歌手，你该会了啊！我不是驻唱歌手，不是，这个也乱讲。他应该，你解释一下吧。也不算是合格的驻唱歌手，但是平时都会为一些corporate event 合唱，这是不错的哇。但是不是经常的，哦，没有经常的这个。说你怎么冷，说你怎么过，放不下的人是我。之后就别退缩，就别被你问。你们怎么了？低着头，捂着我，抱怨都没有。电话开始后，从不对我说，不习惯一个人生活。离开我以后，要我好好过。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，拼命解释着不是我的错，是你要走，也看着你难过。挽留的话却没有说，你会微笑放手。好不哭，让我走。来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我要点林德龙的，我不要，真的我不要，我不要唱，我也不会唱，真的。啊哈哈，你没听到？哎，来。电话从不对我说，我习惯一个人生活。离开我以后，要我好好过。都在这时候，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？拼命解释着不是我的错，是你要走，眼看着你难过，挽留的话却没有说。
说好不哭让我走。怎么会让你抱
着我哭，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，祝福我最爱的能永远飞翔着。原来我们都一样顽固，牵着你走未来的每一步，我们怀念什么？失去爱那一刻才晓得。我们来研究一下，可以看 YouTube， 可以看 YouTube。哇，感谢感谢感谢。然后我们是可以有那个 Pro K TV 的 App。你都可以在手机点歌，你不需要去到那里点歌的。不过由于我们观众朋友来看一下，这种区别大一点的 screen 啊。手机点歌吗？你们手机有点歌也可以，有那个，来手机手机。手机点歌。示范一下怎样点歌。哎呦，我有你也有，有。好厉害哦。好厉害。好的，比如， okay, 比如现在点歌曲排行榜。OK， 热门歌排行。OK， 比如刚才有那个。刚才有第一名是谁？我们看看第一名是谁。拥抱你离去，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。好，就绿色。刚才的这个绿色来讲，你就马上可以就马上可以有了。对，哇，我马上就 connect 了，哇， okay. 马上电视出来，好厉害哦！有没有看 YouTube？ 哎呦，有人赞我们声音太好听了，这个人。果然是好会你好、哦、我们设计一下我们的过年歌啊，看有没有，应该有了吧？这是我们的过年歌，设啥？来，你来 YouTube， 按 YouTube， 按 YouTube， 看 YouTube。来，我们来打，我们叫什么？好运属于你。哦，很厉害哦，因为它是可以好运属，它是可以就是放这个中文字的，而且它的 touch screen 是非常敏感的，应该就可以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好运属。有了，添加就可以了吗？一点，那就可以，差不多。哦，我先切掉它先。哦，要先切。哎呦，来了！有吗？就是如果不要唱歌，也可以看戏也是可以的。就你就哎有哎，都是可以的。就好像有一个 smart 的 system 在里面，好像平时 smart TV 这样子。来，快！早上感，早上感，明天在哪里？早上感在哪里？哎，今天我比较小哦。真的吗？就能看到我，没有大头。快找！所以大家要细心留意，要看100次才看到我这样子。我们的 view 就比较高了这样子。来看一下，我们有请啊，明天来做。我们学，快学。要唱啊！祝。好像很像，像啊！是很像吗？在歌词上面。上面。你就会永远幸福啊！看到我了。
唱下歌先。看戏，看戏，看戏。好，可以看戏了。就是因为你可以上 YouTube， 这个上什么都可以看到喽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哎呦，也可以来坐下看戏的。哇，我们还有邓紫棋，上次我们访问这个 view 也是非常的高的。哦，说不定现在老公没有你，你说你可以自己看 YouTube 喽。是啊，就只有这样子喽。还好今天有你们陪我，要不然是我一个人 solo。啊，有啦，这个结营吗？结营去哪里结营？结营真的太熟了，一点都不像站在舞台上的人，腼腆这样子。OK， 所以非常棒的。那如果就是想要知道更多的 KTV 的这个 service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音响所有东西的话呢，都可以去Facebook PM 你们，对不对？啊 ，KTV 就可以了。说我们卖魔芋来嘛，是不是很厉害？什么东西都送到给你，真的啊！谢谢大家哦，谢谢谢谢你，祝你 enjoy 你的 KTV session， 然后就是可以让更多的朋友跟你一起聚会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有一个这样子的 system 哦，大家都会更多机会聚在一起，气氛就比较好，对不对？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，还好有他，你们才会到来嘛，对不对？我才有缘见到你哦，本人哦，真的想念呢。舞龙准备了的啊！啊，有吗？就来了，真的吗？哦，不是，好期待哦！好了，谢谢你，也没再次恭喜你，今天破天机比这个赛，谢谢所有的网友们。OK， 谢谢你，手上麦克来买，我来跟到侯姐来买，送给你，拜拜。